有毒的河豚肝、河豚子如何成为餐桌上的美味？河豚鱼究竟有多少种吃法？以鲜香肥著称的长江三鲜今年行情如何？新鲜的竹笋为何要做成笋干再吃？风味有何不同？看似差不多的野菜，有的美味，有的有毒，怎样区分？现在去江南能品尝到哪些春季美食？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。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每年春天，有着中国河豚之乡、中国江鲜之乡美誉的扬中，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客。吃河豚，品江鲜，各种江南时令美食令食客们赞叹不已。当然首推河豚嘛，骨烧的、白烧的，我觉得还是能代表经典的。细嫩爽口，确实不错，很香。可以用不同凡响来形容。尤其我第一口吃这个河豚肝的这个刺身的时候，是我吃过最好的刺身。它细腻而且甘甜，入口的口感非常舒服。春季来扬中，首选的当然还是长江三鲜刀鱼、河豚、石鱼。因为从2020年1月1日开始，长江流域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。如今市面上供应的长江三鲜都来自人工养殖。长江刀鱼以鲜为美，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鲜，生长非常缓慢，养殖三年的刀鱼才能长到2-3两。那么今年的刀鱼价格是涨是跌呢？价格呢比往年下浮了。我们2两的刀鱼，我们去年卖2000块钱一斤，今年就卖了1500。想要最大程度保留住刀鱼的鲜美滋味，清蒸是最好的烹饪方式。你看这个刀鱼，鱼鳞特别全，这个蒸的时候呢，也底下放木蒸。把刀鱼平放在木蒸上，撒一点盐，还要在刀鱼表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配料，那就是猪油。这个猪油啊，它这个通过加热之后啊，能增加这一个鱼的这个香度，啊，而且使这个鱼肉啊，特别的肥美。刀鱼身上再铺上葱姜，上锅蒸至6分钟，就可以慢慢品尝刀鱼的极致鲜美。如果对刀鱼的细刺有所顾忌，那么在江南还有一种更为奢侈的吃法，那就是刀鱼馄饨。一只刀鱼馄饨能卖到多少钱呢？刀鱼价格正常有20块钱左右，最贵的时候一只刀鱼馄饨能卖50块钱。做刀鱼馄饨，先用刀背把鱼肉敲松，再用刀把鱼肉一点一点的刮下来。这条鱼本身也就是2.5到3两之间嘛，刮出来的这个肉只有1两不到，这条鱼也就包这个十个八个馄饨嘛。再加上少许笋尖蓉，用葱姜酒水、胡椒、盐去腥调味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包了。煮熟的刀鱼馄饨配上刀鱼骨和鱼皮熬成的汤，鲜美无比。长江三鲜的另一鲜石鱼，以肥为美，鳞片与鱼皮间满含油脂，鲜味浓重，营养丰富，品相完整的新鲜石鱼谓之上品。今年石鱼的产量如何呢？今年的石鱼是供不应求，20天前我们全部卖光了，卖了大约10万条吧，1斤2两到1斤半，塘口价大约65到80这个之间。往年呢？往年没这么好，往年价格就是50块钱左右。石鱼和刀鱼一样，最佳烹饪方式就是清蒸。宰杀好的石鱼提前用葱姜料酒盐腌制入底味，然后还要加上几种配料，是哪几种呢？竹笋，春季的香菇，它是增香，然后再加入了这个刀板香，刀板香它是咸肉的一种，然后提升石鱼的这种香气。我们的新鲜的石鱼只要蒸15分钟就行了。蒸好的石鱼，鱼身雪白，肉质爽口，肥嫩鲜美。长江三鲜的河豚以香为美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
河豚虽然味道鲜美，却含有剧毒，让人望而却步。近年来，通过人工养殖、改良鱼饲料、去除河豚含有毒素的部位等举措，使河豚达到安全可食用的标准，河豚的销量也是越来越高。作为阳中知名度最高的江鲜，今年河豚的价格又如何呢？大的河豚，六两七两的河豚都要卖到七八十块钱一斤，就是往年大规格的四五十块钱一斤。养殖基地的长江三鲜供销两旺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。那么市面上的长江三鲜的供应是否充足呢？记者走访了当地的农贸市场，商户告诉记者，市场里销售的刀鱼都是海捕的，海刀鱼供应量充足，价格在每斤三四百元，但是味道远不及淡水里的刀鱼，所以销量并不高。市场里供应量最大的还要数河豚，而且河豚的品种和产地很多，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的河豚价格有什么不同呢？它分粗黄、条纹、暗纹三大类。粗黄呢，它分产地，有南方的，有北方的，北方的就贵一点，南方的就便宜一点。粗黄呢跟其他的等杂交，它就长得快。那这种是暗纹嘛，这个是广东的，这四十多块。74岁的周长顺9岁就开始学习做河豚，如今他还保持着每天凌晨4-5点钟到市场挑选每一条河豚的习惯。周长顺是如何挑选河豚的呢？选这个肛门啊要细，出来以后它不太鲜艳的，手感抓在手上一定要发软，你看很软的，质量就好了。另外，河豚的个头也影响着河豚的口味，大小的选择也有讲究。太老了肉会老，太小了以后呢，它这个没有胶质，胶原蛋白不够，最好选这个1斤左右的，要均匀的，它的纹路比较要清晰，要有光洁度。因为河豚有很强的毒性，想要安全吃河豚，必须请专业人士操作，从清洗开始就绝不能大意。就一边一块，像制肥一样的，一边一块，这个必须要清理，一点血丝都不得，像头发似的杂质都不能残留，一定要去干净。就骨骼也杂些的，一起冲了啊！我把这个洗了就可以了。河豚雌鱼的鱼籽通过特殊处理，过油炸的金黄，越嚼越香。雄鱼的西施乳可以单独盛菜，用葱姜酒水浸泡，然后焯水，配上调过味的金瓜酱，色香味俱全。在阳中最能吃出河豚鱼肉香的还要数红烧和白汁儿。不同的厨师在做红烧或者白汁儿河豚的时候都有各自的讲究，也有很多相同的要领，那就是用豆油把河豚干炸透炸香，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，它熬嫩了有毒，熬老了有更毒。中火慢慢熬，把那个河豚的油呢全部充分的熬出来，红烧的时候熬干，熬得比较老，要熬到什么程度呢？熬到是暗红色，也就是说快糊熬没糊的那个概念。当河豚干的香味充分熬出，就可以下入河豚，只需稍微在油里煎一下，就可以加入足够的水来炖煮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炖煮，一锅汤浓味美、鲜香无比的河豚就可以调味收汁出锅了。吃完鱼肉还能拌上一碗米饭，满口留香。除了香味浓郁的烧河豚，河豚刺身也是现在点击率非常高的吃法。河豚肉经过多次漂洗，片成薄片即可食用，吃起来虽然鲜美，但是口感太韧，比较耐嚼，口感和风味较为惊艳的要数河豚肝。肝脏下来以后要经过药材泡了以后呢，那个毒素全部去掉，两小时以后才能拿出来，再用水冲一个小时，把里面的那个药材的那个味道全部冲掉。经过特殊处理的河豚肝切成薄片，入口爽滑，口感细腻鲜甜，回味无穷，算得上是刺身里的上品。在阳中，
河豚的做法有很多种，还有一种吃法很流行，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河豚的原汁原味，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吃法呢？60%以上都要点那个河豚火锅。这个河豚火锅锅底呢比较讲究，我们要拿那个河豚肝、河豚的骨头还有河豚的那个皮啊加在一起熬制，这样熬出来的那个河豚的那个汤呢比较浓郁，刷出来的河豚的片呢就比较味道更加鲜美。王世平是土生土长的扬中本地人，做河豚鱼已经30多年，他经过不断的创新和研究，把河豚鱼做成了佛跳墙。这福建菜和扬中本地口味的结合会迸发出怎样的滋味呢？鲍鱼、海参、蹄筋、这些料我们还是用的，更能体现的河豚佛跳墙的元素呢，就是加了河豚鱼。王世平告诉记者，和普通佛跳墙不同，这道河豚佛跳墙里除了加入了河豚肉，它的汤底也很讲究。它这个汤汁啊，都是原味的，用河豚的鱼肉骨头调成的汤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更能体现出这个河豚的味道。来自扬中这个品尝河豚的人呢，都经常点这道菜，尤其是南方的人，特别喜欢。如果说王世平这道河豚佛跳墙过于高大上，不要紧，这道河豚狮子头可是老少皆宜。这道菜呢，里面呢我加了时令性的素菜竹笋，因为扬中特有的竹笋啊已经上市了，这个竹笋呢又增加了河豚的鲜美度。当然，要想烧出味道鲜美的河豚狮子头，火候也很重要。我们炖狮子头特别注意的，要炖煮火候。至少2个小时，那样炖出来的狮子头呢，入口即化，微美，汤浓。在扬中，吃河豚的店很多，做河豚的方法就更多，每年还会推出新的吃法。鲜香的裙带菜河豚西施乳汤，酸辣的泡椒河豚嘴都非常值得品尝。而且，一道饱含春季时令食材的河豚酱，还能让食客们把扬州的河豚带回家品尝。过去的熬酱一般的就是河里的螺丝啊，然后河虾啊，弄点毛豆啊，这些东西就差不多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就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，河豚的肉末。河豚的骨头熬汤就融入到我们这个河豚酱里面。另外，河豚鲜美的季节遇上小龙虾上市，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龙虾过去人家是扒着壳子吃，跟河豚在一起烧，把这个龙虾要洗得特别干净，就是龙虾呢它可以改变一种就是熟着汤吃。河豚烧龙虾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很高，当河豚炖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加入洗净的小龙虾，让小龙虾煮出自身鲜味的同时吸饱河豚的汤汁，先吃河豚肉香嫩爽滑，再吃小龙虾吸上一口香浓的汤汁，再咬上一口肉质鲜甜的小龙虾肉，浓香四溢。春季到江南，尝过水里的美食之后，山野美食同样不可错过。浙江省安吉县素有中国竹乡之称，春天到安吉，值得品尝的山野菜随处可见。哪些更好吃，哪些需要特殊处理，离不开一位擅长制作美食又能识别各种野菜的达人。热情的湖州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海丽主动为我们做起了向导。这个季节来到安吉的山里真是特别舒服啊，满眼的绿色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开的真热闹啊。是的，我们湖州的安吉呢又有中国竹乡的美誉，竹子的品种多，所以我们这儿的笋品种也非常的多。不光是笋的品种多，而且我们安吉本地的这个吃笋的这个做法很多。我知道浙江有知名的腌笃鲜是用笋做的，别的还有什么吗？油焖春笋啊，我们还有笋宴呢。对，一桌子全是笋。是的，这个季节除了笋之外，我们到了安吉之后呢，你看到满眼的绿色，这个各种各样的野菜也是品种非常的多。来到安吉的山里，满眼看到的都是竹林，随处可见的还有上山采野菜的村民。这个季节什么野菜好吃呢？这是乌芹菜。乌芹菜连根拔起。对，连根拔起，它不要紧的，它边上还会长。这个山绿酱很味道很酸酸甜甜的，
一般都是生吃？就生吃，就这样吃。就这样吃，很开胃的。嗯，酸吗？哇，比山楂还酸。这个是什么？鸭肉饭可以吃的，等下拿回去给妈妈烧烧吃，好不好？这三马兰头前一点嘛嫩一点，颜色深的嘛就稍微老一点。来自山野的各种野菜，想要吃的美味，还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。鱼腥草洗净之后凉拌即可。鱼腥草就加点那个大蒜子、红辣椒、盐、生抽、醋啊，这一些放一点，啊，就这样拌拌了就行了。同样适合凉拌着吃的山马兰头，需要先焯水再凉拌，一断生就行了。我现在把它捞出来了，不能焯太过，过凉不过凉的话，它要颜色要变黄的，用劲的炸一炸它，因为这个野菜啊，它上面呢有一点毛一样的，吃上去有点好像有点臭。处理好的山马兰头切成碎末，配上香干和大蒜子，加上盐、麻油、白醋调味，风味也很独特。很受欢迎的还有野芹菜，适合焯水之后炒着吃。把这野芹菜放下去，再放点料酒，最后就加了点麻油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来到安吉，最容易采到、吃法最多、最值得品尝的，还有各种不同品种的竹笋。红竹林里的红笋，现在是最肥美的时候，挖的时候也丝毫不费劲儿，一锄头就能挖出一根。今年是什么？七宝块吧。去年呢？去年四五块吧。这个是蛇笋，做笋干，嗯，这也好，烧这个是新鲜也好吃。这个多少钱一斤？这个贵一点，鲜笋10块一斤，煮在滚子要60块一斤。一斤干笋需要几斤鲜笋呢？一般这个要10斤。各种新鲜的笋采回家就要马上加工，去掉笋衣，在盐水里煮熟，然后要连夜烘成笋干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像是杀的鸡一样的，它当场杀到了的就是新鲜的，就是活的，你到明天这个笋就死掉了，你烧起来的笋干啊就是硬的不软的。经过加工，竹笋的美味就能享用一整年，过年的时候干笋配上花生，加上八角、茴香、桂皮、糖熬煮4-5个小时，就成了一道清香适口的小吃。不过当季的鲜笋做出来的全笋宴就更加值得品尝喽。上等的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啊，用它来做这个腌笃鲜太棒了。用这个红笋，红笋它的回味比较甜，口感是比较肥沃。把肉煎一下，把它香味激发一下，来点黄酒，让黄酒稍微烧一下，激发一下这个肉的香味，把笋叶倒进去炒一下，让它小火慢炖半小时。快要出锅的时候，加入青笋，一锅汤浓味鲜的腌笃鲜就做好了。另外一道江南特色菜油焖笋，选用的是新鲜的石笋，油温差不多，稍微小炸一下就可以。这道菜呢是我们江南的比较一道典型的菜肴，浓油赤酱，它的口味呢是咸中带甜，甜中带酸，比较适合我们江南的口味。放猪油，把炸过的石笋煸得更香，微微起焦的时候放入料酒，再加入老抽、生抽调味，还要加入白糖。油焖笋顾名思义就是要焖一下，把这个味道焖到了这个笋的里面去，让这个笋呢口感更加的浓郁，一般都是把汁全部收干为止。小野笋在盐水里煮熟，然后浇上生抽、辣油、花椒油熬成的料汁，麻辣鲜香，口感爽脆，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口味。新烘的石笋干泡发，切成菱角块，搭配杭椒过油一炒，非常简单。调味就是清鲜咸口，因为它本身的食材就是比较鲜的，再配合青椒这个杭椒那个香味就可以。
新鲜的黄泥拱煮熟之后，切成薄片，用油炸透，控干油，撒上椒盐，外脆里嫩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泡发的扁尖笋丝搭配肉丝炒香，然后包在豆腐皮里卷起来，裹上蛋黄液，下锅煎香。这个蛋一煎的话，有一层香味。那个火候大一点的话，主要吃上去是干香，里面的笋干的也是嫩的，就是跟杭州那个素烧鹅、素鸡卷它有点类似，但是它这个是冷菜，我这个热菜。看似不起眼的笋衣，在江南人的手里也演变成了风味独特的食材，还可以做成馄饨，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？不要切太碎，切太碎的话，这个馅里面笋衣太碎了就嚼不出这个笋衣的味道了，口感没有，而且它的鲜味也会打折，所以我们稍微切大一点。虾仁也不要切太小，切太小了没有颗粒感。加点盐，加点香油，来点料酒去去腥，按一个方向打上劲就可以了。江南的馄饨皮儿薄馅儿足，煮熟的虾仁笋衣馄饨嫩滑中透着爽脆，鲜香中透着清香，非常好吃。竹笋和糯米的搭配又会是怎样的风味呢？因为这个煎的比较嫩，糯米给它一起把它嵌在里面，我们再蒸一下，这个菜呢特别有那个江南的风味，而且层次口感都比较的丰富。在浙江湖州还有一道糯米搭配南竹叶做成的美食，只有清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够吃到，那就是乌米饭。清明过后啊，我们这个南竹叶它开始抽这个新枝，所以这个汁水是最多的时候，用它的汁水来做这个乌米饭呢是特别的香。它不是这个黑米，也不是紫米，就是普通的这个白糯米浸泡在这个乌米叶的汁水当中，浸泡一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闻一下会有一股清香。不认识的人其实这个颜色特别像那个臭豆腐的那个颜色，是吧？等它蒸出来的时候就是乌黑发紫的那种油亮的一种状态。对，但闻上去的确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吧。我感觉有春天的那个绿茶的淡淡的那种香味。南竹叶的嫩叶榨成的汁儿，泡出来的糯米就成了乌米。按照自己的喜好，乌米饭可以搭配香肠、豌豆、笋干做成咸口的，也可以搭配豆沙做成甜口的。做甜口的乌米饭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泡好的乌米装入红竹筒里，中间放一层豆沙，蒸熟之后再撒上一层白砂糖。甜口的乌米饭更像是一道甜点，乌米的清香、红竹筒的清香加上豆沙的香甜，非常可口。咸口的乌米饭要先在砂锅里把豌豆和香肠炒香，再加入笋干、乌米炒匀，加入适当的水。这个水的量就不需要加太多，糯米已经是浸泡过的嘛，浸泡过它已经吸饱水分了，所以说这个水的量只要没过这些食材就可以了。中小火慢慢的让它焖熟。豌豆香、笋干香、乌米饭的清香，还有香肠的咸香，加上砂锅包出来的干香，吃上一口，各种香味融合在一起，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，是越嚼越香。又是一年采菌季，云南食用菌为何销售火爆？松露、金耳、羊肚菌、鸡枞菌、鸡油菌、龙爪菌、五菌、竹荪、黑牛肝、球盖菇、冬瓜菌、绣球菌，野生菌和人工菌有什么区别？创意组合食用菌有哪些独特吃法？敬请收看消费主张。